没有兄弟们，众筹赫赫拉拉，我就要出发了。你要多注意下身体啊，五千哥，你这个很麻烦哟。你要住院，住院住多久啊？是一个星期还是15天啊？对对对，对对对，陈宇军对。让麻子骑，麻子都已经去了青田县了。下雨呀、啊？还下吗？到了那种程度，直接跳河算了。谢谢夕阳哥的粉丝拥抱，谢谢。兄弟们，事情哦，又来货拉拉了，又来，我这里好多货拉拉哟，哦哟，哦，又来货拉拉，兄弟们，哦哟，又来货拉拉了，又来货，这个货拉能拉走吗？麻子去哪了？麻子去青田县了，去青田县了。这货拉拉能拉走吗？能啊！又来货拉拉了。这里为什么这么多货拉拉呢？欢迎大魔王哥，欢迎大魔王哥。这个等雨小一点开车呀！谢谢我五千哥的珍珠贝，五千哥，杀猪了，杀猪了！哦，你妈，我他妈杀猪了！啊，全是猪！我这里呢，全是猪。五千哥，你要注意身体啊！你多注意身体，你不要喝酒了，好了吗？好不好？喝酒了，妈哟，这个病确实有点厉害的。对面是法拉利 4S 店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好，这下没下多大雨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出发，出发。出发，出发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！这个雨还为什么还这么大呀？你们看不到，看吧。